携手迈进新一步，广播接收更加好。为了配合大家对音质及接收的要求，以及令到各位无论在路上、家中或者办公室更加容易接收到我们的广播，我们决定转移到 FM 频谱，令大家更易接收，听到更高的音质以及更清晰的广播。星岛 A1 中文电台由6月24日起，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点至11点 ，AM 1540频道将会改为 FM 91.9，而早上11点至晚上7点，以及星期六日 weekend 节目频道将会改为 FM 100.7。大家亦都可以下载我哋星岛 A1 中文电台手机 App， 无缝接播，一气呵成收听到我哋全日嘅广播。星岛 A1 中文电台系多伦多唯一全 FM 广播嘅中文电台。